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石小诺，欢迎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好的，首先来关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通航的情况。历时4年多的建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客人。今天下午，首批客机从大兴国际机场起飞，这就标志着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未来，这里将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形成京津冀世界级的机场群，打造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9月25号下午4:20左右，南方航空、东方航空、中国国航等7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依次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起飞，前往广州、上海、成都等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也标志着北京进入航空双枢纽时代。国内呢，主要是7家航空公司在换季之后将直飞国内的一些这个干线航点，比如说上海、广州、成都、这个杭州等等。那么国际呢，也将开通法国的巴黎以及这个伦敦，还有圣彼得堡、开罗等等。走冬春航季，波兰还有英航、法国航等10家外航也将陆续入驻大兴机场，那么他们也将开通欧洲和东南亚、南亚的一些航点。目前共有66家航空公司意向入驻北京大兴机场。2019年冬春航季，北京大兴机场预计开通116条航线，其中国内航线101条，国际航线15条，覆盖全球112个航点。预计到2025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7200万人次。国际航班占比有望达到30%。这里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如果以这里为中心点，以5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那北京、雄安、北京城市副中心都在它圈子的附近。如果把北京、天津、雄安连成一个三角形，那机场恰好就在它的正中心点。可以说，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蓝图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在成为新的动力源。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合计年旅客吞吐量将突破2.5亿人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服务北京和雄安新区建设，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新动力。着力建设京津冀世界级机场群，充分发挥机场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生产要素的高效聚集，不断优化供应链，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努力构建以机场为核心的新型产业生态体系。大兴国际机场呢，是按照新型大型国际现代化机场标准建设的4型机场，这4型分别是平安机场、绿色机场、智慧机场、人文机场。那么在这其中呢，智慧机场的建设就助力大兴机场这只金凤凰展翅高飞。继续来看报道。记者了解到，在大兴国际机场共配备了400余台自助值机和自助托运设备，自助覆盖率达到80%，确保旅客在值机环节排队时间不超过10分钟。很多旅客都表示，大兴机场的体验感觉很方便。我是广州的旅客，准备去厦门，然后坐大巴来机场，然后感觉很方便，就先进啊，而且很高端，各个设备都很高端。都挺方便的，因为进来一路都特别顺，然后引导也都特别好。旅客到了那个现场以后，最担心的就是办完手续以后再去办托运行李，特别的麻烦。但是现在以后啊，我们这个大兴机场把这个两个功能一体化了啊。它更先进的一个就是我们有 RFID 的技术，旅客行李不怕丢，行李办完以后，它会行李传送带会自动的把行李到行李上的那个地方去。像自助行李托运这样的智能化应用，在大兴机场可以说是随处可见。我们现在来到了安检区，在安检区同样可以靠一张脸快速通行。一张脸走遍机场，还可以靠我现在戴的这个眼镜来实现。那具体该怎么操作、怎么应用呢？我们请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你好。这款是我们工行智慧出行当中的一个应用子场景，是 AR 眼镜。它主要是通过抓到人脸的数据进行比对，另外呢是用于在贵宾室或者在登机口找客人，是我们的客舱模式，主要能够读到客人的相关的这个姓名、
以座位号，因为在以后的大兴机场呢，主要是提供无纸化乘车，在飞机上可能很多客人他并不知道自己坐哪，那么我通过这个 AR 眼镜呢，能够及时抓到这个信息。航站楼是每一个机场的核心主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被誉为金凤凰。航站楼里是什么样子？它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呢？大兴机场17航站楼总建筑面积140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犹如凤凰展翼。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相当于北京首都机场一号、二号和三号三个航站楼面积的总和。航站楼中心区域形成的无柱空间可以完整地放下一个水立方。整个航站楼总共使用了12800块玻璃，其中屋顶部分的8000多块玻璃没有两块是一样的。节能型的铝网玻璃就像一块帘子，在每天最热的时间可以阻挡60%的热辐射进入室内，还可以保证航站楼核心区70%区域都可以接受日光照射。空调系统里也全部安装了除 PM2.5 装置、静电除尘装置、高压微雾加湿装置等。航站楼的五个放射状的纸廊可以提供268个停机位，乘客过了安检走到最远端登机口不超过8分钟。从五个纸廊的乘机，我们是人流是分散的，与我们传统的机场的设计 L 型的，它是一个一致性拍开的。这个距离的缩短，这是我们旅客乘机的一个最明显的体验。为了给旅客提供更加舒适的候机体验，航站楼五个纸廊的端头分别设计了思园、茶园、词园、田园以及中国园等五个空中花园。其中，中国园是五个园区中唯一拥有建筑物的园区，八角亭、六角亭、敞轩、蟹廊等等，浓缩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精华。每一根的木头都是采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古建的这种传统工艺，一马五灰的处理就是保证了防腐防潮，保证了我们木头经过上百年仍然是保持原色。包括我们的这个油漆，每一道这个彩画油漆出来，我们都是经过13道以上的工序完成的。日前呢，记者也专访了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总建筑师王小群，他也曾经参与了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的建设。那么在他的眼中，这两座建设时间相隔10年的航站楼有哪些不同呢？是这个新机场呢，比 T3 比起来，一个是它的设计容量更大，T3 大概是按4500万设计的，这个是7200万。T3 只有一条这个现在一条机场快线，高架在这个航站楼前面，当时在到新机场呢，规划了5条这个轨道线路，全都在航站楼的这个下部，跟航站楼那个紧密的交叠在一起。也就是说，新机场的地下东西两侧是城际铁路和高铁，中间3条是机场专线和地铁，5条线路站台区总宽度约270米，相当于把整个北京火车站塞进航站楼里，这在全球都堪称壮举。考虑到高铁会以300公里的时速从航站楼下方穿过，为了有效缓解地下轨道运行的震动对于航站楼运行的影响，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横建的隔震技术，这也是航站楼工程最大的亮点和难点。对于机场来说是最大的一个隔震建筑，它的面积呢，隔震区的面积呢，包括了整个中心区，大概18万多平米。在大兴机场顺利通航之际，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的建设也已经起步。根据规划，临空经济区将以大兴机场为核心，辐射150平方公里，将会形成航空物流区、科技创新区和服务保障区3大组团。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之后，东方航空、南方航空将转往大兴国际机场运营，并加快机场航站楼基地的建设，包括货运、机务维修、航空食品制作以及运行保障等项目。南航呢，搬到大兴机场运营以后，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在大兴机场工作的人员可以达到15000人以上。我们在大兴机场，那么飞机呢会200架飞机左右，总的投资量会1200亿，包括航空物流，包括创新研发中心，包括飞机零配件的修理，会随着大兴机场投运以后呢，尽快的来推动整体产业布局在大兴机场的落地。
和实施。此外，英国航空、达美航空等航司也计划完全转场至大兴国际机场。芬兰航空和波兰航空计划增开大兴机场航线。为了满足相关需求，大兴国际机场在建设过程中，在航站楼北侧同步规划建设了一座综合服务楼，并由专业的第三方公司运营。未来这里承载商务办公、餐饮零售、展览展示、酒店配套等多种功能。目前我们接触了很多组客户，比如包括国内外的航空公司、知名的商业、商旅品牌，还有以及航空业上下游的相关企业，正在按照目前的这个节点推进相关的工作。大兴国际机场被誉为是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动力源。其实不仅仅是交通更加便利，直接带动航空产业，更加重要的是将会吸引更多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布局于此，为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提供一个试验田，提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继续来看报道。在大兴国际机场西南10公里的河北固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记者见到了一家 OLED 照明企业的项目经理李栋栋。大兴国际机场通航让他感觉和外界的联系更加便利，而且我们有一些这种新产品做出来之后需要送到外面进行一些产品的测试和评估，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有3到5次。而大兴这个机场通航之后呢，产品从实验室出来之后当天就可以送到出去，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效率。开发区中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负责人孙铁鹏告诉记者，3年前他们看到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带来的契机，投建了生产线。随着大兴国际机场的开通，将为他们吸引更多供应商和客户企业在这里落户。我们的供应商看到这样的一个便利，他们不只是服务本地化，他们后续要做到整个工厂在我们周边缩短我们的一个整个运输时间，不仅是工厂本地化，我们的供应商也是设计本地化，同时呢，我们和供应商的设计一体化。根据规划，临空经济区将以大兴国际机场为核心，辐射150平方公里，形成航空物流区、科技创新区和服务保障区3大区域。专家表示，临空经济区的建设将吸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布局。同时，大兴国际机场位于京津冀的中心区域，有利于北京、天津、河北3地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从产业链的这个角度来说，能吸引更多的这个产业在大兴国际机场临近区里头，那么能够和之前所存在的产业形成一个产业链的这个关系。通过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这种平台呢，连接世界，形成了全球产业的价值链，带动京津冀产业的发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已经正式通航，作为大兴机场的重要的交通配套设施，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也将于明天正式通车。从北京西站到大兴国际机场仅需28分钟左右。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车票在今天下午3点已经开始正式发售。铁路12306官方网站显示，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首发列车为乘2701次。9月26号早上6点56分从北京西站发车，7点26分抵达大兴机场站，全程30分钟。记者在网站上查询，北京西到大兴机场站共检索出12个车次，从早上6点56分到下午18点50分之间，平均每1小时发送1趟列车。系统显示，北京西站到大兴机场站商务座票价按车次不同，分为90元、84元、75元3种。1等座则分48元、40元2档，2等座为30元、25元2种。记者了解到，9月25号下午车票开售仅9分钟，9月26号首发车商务座及1等座车票已全部售罄。我们会根据这几天旅客的出行情况，我们会有做出针对性的调整。目前来看呢，我们明天第一班始发的列车现在目前售出的是450多张，截止到刚才的数据，这个客流呢已经超乎我们的预计了。据了解，北京西站在车站内还专门设置了京雄城际列车验票专口和候车区。此外，电子客票也是京雄城际铁路的一大亮点，乘客在购票完成后可以生成动态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站乘车。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关方面获悉，日前美方公布了三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清单，涉及到400多项商品。那么中方呢是支持相关的企业继续按照市场化原则和 WTO 的规则，自美采购一定数量的大豆、猪肉及制品等等农产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会继续对上述采购予以加征关税排除。那么中方有关部门表示说呢，中国市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前景广阔，希望美方继续和中方相向而行，为两国农业合作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另外，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今天下午举行了第二场专题的集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向中外媒体详细介绍了将于10月1号举行的群众游行活动及国庆联欢活动。群众游行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约10万名群众70组彩车组成36个方阵和3个情境式行进，以自由生动欢愉活泼的形式进行情感表达。群众游行以时间为轴线，分为建国创业、改革开放、伟大复兴3个部分。这一次的群众游行，我们整体设计呢，是以叙事性和主题性相结合表达的这样的一种群众游行。重点就是要通过天安门广场长街的时候，形成一幅流动的史诗，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伟大征程。国庆70周年联欢活动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总时长90分钟。联欢活动由主题表演、中心联欢表演、群众联欢、烟花表演组成。主题表演分4个篇章，艺术化的表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心联欢表演精选了《我和我的祖国》等16首歌曲，由全场的联欢群众进行合唱。11当晚，由中央和地方16支交响乐团组成的1000人交响乐团，以及由北京市大中小学校学生组成的1000人合唱团，将在广场上一同演出，这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同时，烟花表演将配合联欢活动，形成地空一体的绚丽场景。这次服务国庆70周年庆祝活动志愿者共有16万余名，其中直接服务庆祝大会和联欢活动的志愿者10000余人。志愿者中，以90后和00后为主，其中90后约占63%，00后约占30%。一批在青年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代表性的青年榜样参与，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带动作用。继上周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后，昨天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再发通知称，将开展9月的第二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竞价交易。此次交易数量仍然为1万吨，交易时间定于9月26号的13点到16点，每个企业交易成交数量不超过300吨。相关出库提货事宜将由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提货冷库进行安排。而在辽宁的大连市，从9月25日起到10月3号，将700吨市级储备猪肉投放市场，以每斤低于市场价4元的惠民价格销售，保障国庆期间，市场上的猪肉供应。大连市共设立126家门店储备猪肉投放点。记者看到，各投放点都在明显位置统一悬挂，张贴惠民储备肉投放点标志，投放的储备肉为前肘后肘精肉。全市统一零售价格为每斤17元，低于同品级鲜肉市场价4元左右。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这个市民，不准转销，不准团购，每次每人限购50元，根据市场需要来确定第二天的投放量。第一天准初步你投放50吨。储备肉投放由当地财政投入补贴资金。投放期间，相关部门将组织专人巡查，加强市场监管，合理调配供应。在今天的2019杭州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发布了第一颗自主研发的芯片寒光800。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今天我们正式我们发布了我们的 MPU 的芯片啊，MPU 这个芯片它是一个大芯片，我们叫寒光800。这是阿里巴巴平和哥成立之后第一
款正式流片的一个芯片啊，这个芯片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在我手里有，就是这份芯片真的很大，而且它的性能非常好。这个芯片的性能到底好在哪，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展示哈。那在我身边的这个视频呢，其实就是现在杭州的城市大脑，它需要处理杭州主城区的所有交通的视频，但如果用普通的这种传统的图片处理器 GPU 的话需要40颗，但是用新发布的寒光800只需要4颗就够了，所以说它的算力是普通这种图片处理器 GPU 的10倍。今天同时发布的神龙第三代处理器也成为关注焦点，和普通的处理器相比，它的效能利用率能达到100%。那会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春运的时候要去12306订票，或者双十一的时候购物，很多人挤进这个网络哈，就会造成网络的卡顿，甚至是这个死机。但有了这样的服务器，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了。并且呢，这款服务器也是我国第一款软件和硬件都是自主研发的服务器，它的实力也是不输国际的一流水平。此外，还有很多未来科技也吸引了观众的目光，比如未来驾驶舱，从人工智能、手势交互、物联网等方面展现了未来驾驶的样子。未来的话，就是你整个的出行应该是会更加的高效的，你可以用它来看个电影，你可以用它来那个来一段那个驾驶的乐趣，或者甚至你可以来开一场会，都是有可能的。金秋报喜，24号，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今年出生的7只新生大熊猫宝宝举行了隆重的亮相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观看。上午10点，网红奶爸奶妈们抱着可爱的熊猫宝宝进入了运动场，活泼好动的大熊猫们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撒着花，奶爸奶妈们则不停地招呼着自己的孩子，萌翻了全场的游客。最后，熊猫宝宝们在饲养员的带领下还排列成数字70，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特别的祝福。之前没有见过，就在电视上面见过，然后觉得特别可爱，特别的萌，就特别想抱它。我想象中就是因为国宝嘛，可能离那个现实可能更远一点，但其实看到这个鲜活生命还是就很憨态可掬，很慵懒的，就是很真实。截至2019年9月16号，今年成都熊猫基地共繁殖大熊猫6胎9仔，成活9仔，其中基地园区内5胎7仔，成活7仔，德国柏林动物园1胎2仔，成活2仔，繁育成绩喜人。成都熊猫基地今年是共创了2个世界之最，第一个是最轻的那个熊猫宝宝成活，也就是成浪的成活，它出生的时候只有42.8克，另外一个之最呢就是一对双胞胎出生体重在200克以上，而且活起来的体重也是最重的。多年来，熊猫基地科研团队大力推进技术攻关，在大熊猫繁育领域创造多项世界第一。截至目前，熊猫基地已经建立了现存204只的全球最大大熊猫人工繁育迁地种群。当地时间23号上午，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孟晚舟女士当天出庭。当天上午9:30左右，孟晚舟从家中走出来，向冒雨守候在那里的记者问候。与以往程序性审理不同的是，从23号开始，引渡案进入实质性审理阶段，控辩双方将就案件已有的证据和关键问题进行辩论。孟晚舟的律师在法庭上主要就加拿大方面逮捕他的文件问题进行了辩论。在此之前，孟晚舟的律师团曾公开质疑加拿大警方和边境服务局在温哥华机场逮捕、搜查和审问孟晚舟的程序不合法。当天下午，华为公司发言人本杰明·豪斯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他表示，华为公司相信孟晚舟是无辜的，所有对他的指控都不成立，相信加拿大法庭能够公正独立地对孟晚舟引渡案作出裁决。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24号宣布说，众议院就总统特朗普近期电话门对其启动弹劾调查。特朗普对此表示呢，弹劾调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和骚扰。来看报道。综合美国媒体近期报道，一名美国情报界人士日前检举特朗普今年7月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中，以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为筹码，逼压对方对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亨特进行调查。电话门震动美国朝野，
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利益以及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佩洛西24号在华盛顿国会山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特朗普的行为违背了总统就职誓词、国家安全和美国选举的诚实性。I'm announcing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moving forward with an official impeachment inquiry. I'm directing our six committees to proceed with their investigations under that umbrella of impeachment inquiry. The president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活动的特朗普当天则抨击佩洛西和检举人，还称弹劾不利于美国。Look, it's just a continuation of the witch hunt. It's the worst witch hunt in political history.不过，特朗普承认他在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讨论了腐败问题，但否认施压对方调查拜登父子来换取军事援助。特朗普称他与泽连斯基的通话友好且完全妥当，还透露将于当地时间25号全文公布通话内容。依照法律程序，美国国会众议院弹劾总统需得到简单多数众议员赞成，但要成功弹劾总统并让其下台，还需得到2/3以上参议员支持。众议院中民主党占多数，参议院则由共和党把持。就目前情况来看，成功弹劾特朗普的可能性很低，但弹劾调查过程势必加剧两党斗争。拜登于2009年至2017年任副总统，今年4月宣布竞选下届总统，特朗普已于6月正式启动竞选连任活动。特朗普和拜登长期相互攻击。近日，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737 MAX 飞机复飞一事作出回应，表示目前联邦航空局仍在与各国民航监管机构合作，继续审查波音737 MAX 飞机软件的修改情况。波音737 MAX 飞机复飞审批工作何时完成还没有时间表。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各国政府可以依据全面的安全评估结果，对该系列飞机复飞时间做出自己的决定。当地时间23号，法国巴黎一家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害人药诉讼案。法国施维亚制药集团被指控明知故犯，让旗下有严重副作用的药品美的唑在市场销售多年，导致约2000人死亡。同时被指控的还有法国的药品监管机构。这起案件涉及20多名被告和超过2600名原告。焦点是法国施维亚制药集团及其研发和销售的一款名叫美的唑的药品。原告指控施维亚欺诈和过失杀人等罪名，在明知道药物会引发心脏疾病的情况下，依然向病人隐瞒药品的副作用。而法国药品监管部门作为被告之一，也被指控玩忽职守，对药企的行为监管不利。此外，还有12家代理商以及医药机构、医生、药剂师和官员也在被告之列。Moi, je veux témoigner parce que je veux que je sache tout ce que m'a fait mes enfants, ce que a fait ma famille, il m'a ruiné ma vie, et tout mes emplois, que j'ai mis mon travail, tout. 美的唑在1976年投放市场，在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被广泛用于治疗糖尿病。临床数据显示，美的唑可能增加服用者罹患心脏疾病的风险。2007年。有医生发现，这种药品与法国500多例心脏病死亡事件和数千例心脏病发病直接相关。2009年，美的唑被撤出市场。截至退市前，全法国已经有数百万人使用过这种药品。法国施维亚制药集团在全球拥有约22000名员工。该公司2018年的营业额达41亿欧元，约合321亿人民币。Et nous attendons de ce procès qu'il permette de faire la lumière sur les faits exacts, sur les responsabilités multiples dans cette affaire, qu'il permette de rétablir la réalité des causes qui ont conduit à ce drame. 庭审预计将持续6个月的时间，舆论关注的重点包括。如此严重的药物丑闻为何能被长时间掩盖？法国药品监管部门为何不闻不问等。当地时间24号下午，巴基斯坦东部杰赫勒姆地区发生了地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地震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巴基斯坦国家地震监测中心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4号下午4:01，北京时间24号晚上7:01。震级为5.8级，震源深度10公里。
镇中位于距首都伊斯兰东南约120公里处的杰赫勒姆。镇中附近的旁遮普省东北部巴贡克什米尔地区震感强烈，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首都伊斯兰堡也有震感。画面显示，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不少民房倒塌。目前，巴基斯坦政府已宣布受灾较严重的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军方也已派出军队和医疗人员前往灾区展开救援。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8.6万亿元，同比增长5.8%。其中，民生类物流需求和再生资源物流需求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需求结构继续改善，行业运行总体保持景气状态。今天，龙岗市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镇改市，也是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创新的重大突破，将为国家新型城镇化改革提供新方法。龙岗市位于浙江省鳌江入海口南岸，原隶属温州市昌南县，是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镇。今年八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昌南县龙岗镇，设立县级龙岗市。今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云海一号零二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云海一号零二星主要用于大气海洋环境要素探测、空间环境探测等领域。今天，全球主要交易市场首个不锈钢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上市，期货共八个合约，挂牌基准价为每吨15,585元，将为相关产业链企业提供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历经6年建设，我国首座公铁两用跨海峡大桥——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今天贯通，大桥全长16.34公里，连接福建福州与平潭综合实验区，预计明年通车。今天，日本用一枚 H-2B 火箭发射了一艘冠号无人货运飞船，按计划，飞船将于28号抵达国际空间站。据悉，冠号无人货运飞船由日本开发，一次最多能运载6吨物资。日本海上保安厅24号表示，在海浪及浮冰的侵蚀下，位于日本北海道元福村近海约500米处的比北小岛已经不存在，并将给区域定性为浅滩，日方领海或将向后退半公里。当地时间24号，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截至上周，全美50个州当中，有38个州已发生530例疑似与电子烟有关的肺病案例，其中已有9人死亡。预计下周患病人数或还将增加数百人。当地时间24号，希腊约8000工人在首都雅典举行和平游行，抗议政府计划推行的劳工改革。这也是希腊新一届保守党政府7月执政以来出现的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雅典公共交通部分中断，部分学校停课。近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辆轿车失控，冲上一根电线杆的固定拉线上，车身几乎垂直地面，摇晃地悬停在空中。所幸司机在事故中逃脱，只受了轻伤，事故原因尚未查明。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正式投运，那未来呢，这里将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构成双枢纽运行格局。